飘雪变装终于来了，不对不对，重来一遍，飘了一点都不好看。关键都拍了几十遍了，再拿下你没机会去了。就这样吧，墨迹，真的这么赢得过莉莉啊？你就学校举办个拍个比赛嘛，不用这么较真。不较真更好，第一名肯定是我的。莉莉，你哎。占用那么久场地，拍出什么东西了吗？让开！台北下的是，你说那是保利龙？要不你先去吃点东西吧。好，雪冰条，今天我请客。莫姐大姐，我看看，哇，小哥姐，奥利奥出冰雪奇缘联动款了，纯白的很好看啊。确实不错，我们都买几盒，还当圣诞礼物送人。王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十根烤肠，谢谢之类的。比赛这鸟我就好了，不要给自己太多负担。香草冰淇淋我好好吃啊！这鸟要下雪就好了，南方怎么可能下雪啊？哎，大家怎么都聚在百乐门那里啊？我们去看看。好，哇，这里竟然下座万人大城堡挑战哎！没想到今年在上海看到了第一场雪，居然是来自卫平的。姐姐们，我们也来扫码世界大城堡吧！哎哎哎，这么快就结束了？哇，好好看啊！等回去我们也拿它搭个小城堡。好，白鹤真的是直击少女心，下个月零食就吃它了。等圣诞节我直接送一箱，保证你天天能吃到。 小钱，我们打卡纪念一下。哎，我有办法了！拍雪大赛第一名丸子，待会儿去我办公室给他下课。厉害呀，丸子！切，肯定是靠走后门得的第一吧？你敢不敢把视频发网上，看谁点赞最高？那你输了，得给我提一个月书包，我家当的全班同学给我道歉。你，好啊，忘了告诉你，我磕100万粉丝呢。没事，我们粉丝也不少，你输定了。哎，丸子又开始较真了。 莉莉，是不是你吃了我蛋糕？切，喊什么？我就吃一小块，小的蛋糕至于吗？你，哎，你用我指甲油怎么都不说声？都是室友，用一下怎么了？抠门，当谁稀罕似的？偷用我东西还有理了？厚脸皮！你，那把我包还给我。还有我的耳环，都找不到了，你们这么有钱，还在意这些干什么？ 这一刻到这儿下课。哎，莫姐，小南是我的包，是你的吗？应该是同款吧，莉莉不是把我包弄丢了吗？啊，怎么突然就感冒了？谁让你冬天穿这么少？快去吃呀！我要呢。莉莉，是不是你把我六八拿走了？我不知道，你999就是你拿的，不然你怎么知道？六八了是999。 谢谢我刚买来几只雪感冒灵，感冒时喝一袋，超级暖身。这些小科技，这上面都是你拿的东西，快还给我们，不然你赔钱。哼，有病吧你！你有证据证明是我拿的吗？哎，韦老师，我现在有空，马上过去。哎，后面我接，我这么厚脸皮的人，既然他老不问自取，那我证。哎呦，韦老师，你偷吃了，活该！就是你一直爱偷东西，你胡说什么？ 你们不赔钱，我就去告老师。你们吵什么呢？老师，丸子把空心面包给我吃，害我肚子疼，还不给我医药费。你们怎么回事？老师，你先看这个。这，你们偷拍我！老师，丽姐既然趁没人偷东西，我们已经列入损失清单了。就像您身上这个包，就是他偷拿我的。这，把东西还回去，写一千字检讨给我，下次再这样，别在学校待了。嗯。 全在这了，我666果然在你这儿。哼，哎呦，哎，你干嘛？让开，我肚子痛，要去上厕所。哦，西贝贝，给我们个安全带走。你们，哎呦，对不起，是我偷来你们东西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这还差不多。哎呦，哎呦，看看以后还敢不敢偷拿别人东西了。 喊什么？我就吃一小块，小的蛋糕至于吗？你，哎，你用我指甲油怎么都不说声，都是室友，用一下怎么了？抠门，当谁稀罕似的？偷用我东西还有理了？厚脸皮！你，那把我包还给我。还有我的耳环，都找不到了，你们这么有钱，还在意这些干什么？嗯、这一刻到这儿，下课。哎，莫姐，小南是我的包。 是你的吗？应该是同款吧，莉莉不是把我包弄丢了吗？啊，怎么突然就感冒了？谁让你冬天穿这么少？快去吃呀！我要呢。莉莉，是不是你把我六八拿走了？我不知道，你999变没了，乱放还怨我。999就是你拿的，不然你怎么知道？
99感冒灵，感冒时可以带，超级暖身。谢谢小科技。这上面都是你拿的东西，快还给我们，不然你赔钱。哼，你有病吧你？你有证据证明是我拿的吗？哎，喂，老师，我现在有空，马上过去。哎，我没有见过这么厚脸皮的人。既然他老不问自取，那我挣。哎呦，哎呦，丸子快赔钱！都因为你的过期面包，害我花200买药。哎呦，原来是你偷吃了，活该！就是你一直在偷东西。你胡说什么？你们不赔钱，我就去告老师。你们吵什么呢？老师，丸子把过期面包给我吃，害我肚子疼，还不给我医药费。你们怎么回事？老师，你先控制点。你们偷拍我！老师，你既然趁没人偷东西，我们已经列入损失清单了。就像您身上这个包，就是他偷拿我的。这，把东西还回去，写一千字检讨给我。下次再这样，别在学校待了。嗯。全在这了。我666果然在你这儿。哼。哎呦！哎，你干嘛？让开！我肚子痛，要去上厕所。哦，西北姐，给我们大天的等。在超市里，在超努力。向往就是好几个星期，没有 WiFi， 把都关机，留言吵了他会哭鼻涕，小超兄弟他超给力，人品一级有很多兄弟，就连快递他也调戏，世俗一切不放在眼里。有的时候我那傻超兄弟也会郁闷，但是从不吭气，玩命工作，他勇敢做自己，这是生活的问题，好像和他没关系。即使再多的漂亮姑娘他都不放在眼里，土豪跟富帅对他来说也没什么了不起。他说如果没实力去玩一场拼爹的游戏，干脆这辈子只敢翘羊鼻。